什么？计划有变，不去我们家吃饭了？这是罗家龙说的，他说他希望我们俩能够陪着他和他女朋友去海边野餐。那我们不是已经答应我阿母回家的吗？这个可以改天呢。你想想，罗家龙现在正在热烈地追求他的女朋友，他无非就是想借你生日的名义，好把那个女孩子约出来。这个忙我们总得帮吧。嗯，让我想想。雨桐，我跟罗家龙搞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你想想，要是他在他阿爸面前说我一句好话，那胜过我拼死拼活的做许多事情啊。哎呀，人家又没有说不答应你，你帮朋友的忙也是应该的。就你事儿多，偏要把一顿简单的野餐跟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啊，我就知道，我对雨桐是最善解人意的，对吗？我善解人意，把我阿母一个人留在家里，她该多冷清啊。这倒也是啊。米莉小姐好，米莉小姐好。你怎么来了？我想你了，所以就带她来接你。这个送给你，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干嘛送我这个？你没看出来啊？瞧，长多像你。净胡说。笑起来真好看。你还是你先说吧。你先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是这样子。我有个朋友叫杨波的，啊，那天你见过的，他的女朋友呢，明天过生日，想请我还有你一起去海边野餐，你明天有空的啊？我恐怕……哎呀，人家生日嘛，就希望热热闹闹的。再说了，杨波他也没有其他的朋友，只我都答应人家了，你就给个面子吧。好吧，我答应你。真的，不许得寸进尺。对不起，对不起。我到了。这么快？那我先上去了。好啊。哎，米莉。啊？再见。再见。再见。这块带血沁的玉佩，能不能再给我看一眼？哎，好，哦，我记得了，你和一个漂亮女子曾经来看过这块玉佩，怎么样？再考虑考虑。玉倒是块好玉啊，先生，这礼物送给女孩子啊，是最好不过了，又有档次又有价值，女孩子是最喜欢了。是啊，别说女孩子了，就连我都爱不释手。是吗？这哦，先生，男人收藏玉佩的也很多啊。是吗？哎。先生，你就不知道，这玉啊是有眼缘的，这块玉是老玉，
雕塑至今有好多年了，也就是说跟人类相伴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已经有灵气了。是吗？那还是您上回说的价。那当然了。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怎么在这儿呢？看来他又要给我们一个惊喜。走吧。你是跟着家龙的吗？是。他人呢？来了没有？这个，行行行。阿嬷，嗯，真是对不起，我已经答应杨波了，不能和你一起过生日。这有什么呀？你们年轻人啊，是该在一起玩。那你真的不生气啊？不生气。哎，雨桐啊，嗯，杨波是说那家少爷罗家龙是为了约女朋友出来才让你们四个去野餐的？是啊。那少爷看中的女朋友啊一定很漂亮。阿母啊真想看一看。哎，雨桐，阿母倒是有个主意。什么主意啊？你们野餐呢，肯定是在中午。吃完午饭呢，你们还要继续的游玩。我想啊，你们肯定很快就饿了。这样的话，你们就把他们全都带回家来，阿母给你们做一顿早夜饭。不好，阿母。我怕你太过劳累了。傻丫头，给你过生日，阿母劳累一点也愿意。好吧，只要阿母你不觉得劳累，我当然可以把他们都带回来。哎，就这么定了啊。嗯。哎，阿母教你，你呀，先不要跟他们说，等他们玩得又累又饿。你再忽然宣布这个消息，让他们有个惊喜。好，谢谢你啊，阿母。喂。哎，佳宁啊，你见到王嫂没有？王嫂没在啊。她去哪儿了？阿妈说她儿子结婚，放她一个月的假，可能下个月初才回来吧。真的？哎呦，这下糟了，这怎么办？怎么啦？不是，前两天我让她帮我烫一件衬衫，这她也不知道放哪儿了，我明天要穿的。你有这么多的衬衫，穿哪件不行啊？你不知道，那件衬衫特别漂亮，我最喜欢了，跟别的衬衫怎么比啊？你要见什么人吗？穿那么正式啊？我要见，见一个客户，特别重要的。客户？哼，什么客户啊？你穿的那么在意？哎，我想是一个女孩子。对，就胡说八道，不跟你说了。阿母，你要干什么？
我警告你啊，不许胡说。除非你……除非什么？除非你告诉我他是谁。哎呀，我的好妹妹，现在还不是时候。哎，那你答应我了。真拿你没办法。行行行，走走走走。哦，我想起来了，阿姆说你回来去他屋里一下。什么事？我不知道。哦。阿哥。啊？阿姆，阿姆，佳宁说您找我。佳龙，哎，你上哪儿去了？我去商行了。对你阿姆也不老实。今天，你阿爸去商行了，发现你不在办公室里，回来以后一直关在书房里板着个脸不说话。我呢，也不好说什么。所以让佳宁赶紧把你叫过来，反正你今天无论如何不能再惹你阿爸生气了。是，阿母啊，还是您最疼我。傻孩子，你是我儿子，我不疼你，疼谁呀？嗯。不过你也老大不小了，该收收心了。嗯。不要老想着玩儿，放点心思在生意上。嗯。不要说你帮着阿爸，就是让他少操点心，也算你懂事了，知道吗？就知道点头哄我开心。好了，没事了，去吧。那我出去了。少爷，干什么呢？没事。啊？阿爸，哼，少爷，少爷，啊，你还是进去吧。这。明天上班你跟我一同去，把商行的情况好好的了解一下，然后老老实实的在办公室里待着，哪儿也不许去。你最近浮躁得很，不能再这样放任下去了。可是我……你什么你？我明天得……明天有什么事下班以后再去办。一大早出门跟您撞在一块儿，我今天啊肯定有好运气。哎呦，对不起，把你衣服弄脏了。哎呀，李太太，李太太，衣服不过是身外之物，衣服脏了换一件不就行了？倒是您，您可是千金小姐的身体啊，万一把您给撞疼了，我可老大不乐意的。而且我还得伺候您，不是？不过说回来了，要是伺候您啊，我可乐意了。就冲你嘴巴甜的，撞疼了我也开心。哟，真撞疼了？那这样，今天晚上回来以后呢，我去您房间看您。我就是怕李先生不乐意。他敢？哦，你可别在他面前胡说八道的，弄得没事变有事儿了。行，那您忙您的，我去换件衣服啊。哎，哦，这个月的房租啊，我肯定给您，而且利息照算。这小子。
江宁，江宁。哎，阿哥。你这有体温表吧？你怎么了？哎呀，没什么。那个体温表在哪儿？你先去帮我拿一下吧。不用了，不用了，我还是回屋去量吧。你待会儿千万不要忘了跟阿爸阿母说一声，我不舒服啊。你到底哪不舒服啊？哎、我哪儿都不舒服。病了，他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有没有热度啊？他就说他有点不舒服，我也不知道啊。那我们赶紧看看去。哟，快39度，送医院吧。这么高？哎，没事，阿爸。我们还去上班呢。别别别，你躺好，你躺好，没事儿。你躺好，我现在啊，让阿福去买药啊。被子盖盖好，出身汗就好了。哎，阿母，你回房休息吧，有佳宁在这陪我就行了。那行，你好好休息。哎，一会儿阿福就把药买来了。嗯，佳宁，好好的陪着哥哥。嗯，那我走了。嗯。哼哼，你笑什么呀？38度嘛，还可以骗骗人，39度是不太高了。你小声点，小声点，听见了，小声点。哎，嘉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呀？也许嘉龙有点麻烦吧，不过没关系，嘉龙肯定会想出办法。我们就这样在海边走走，不是很好吗？真想知道嘉龙的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女孩。他们其实还不能算是在谈朋友呢。为什么？这中间当然是还有个故事的。哎，那你讲给我听听好吗？好啊。佳宁啊，这可是阿哥的终身大事啊，我一辈子的幸福就在你的手里了啊。哎呦，佳宁，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吧，我已经晚了，再不去我就完蛋了。好好，我帮你帮你，但是你必须在阿爸下班之前回来啊。哎，没问题。阿母那吗？我去说。好好。米粒，米粒，哎，你来了。谢天谢地，我还以为你生气，你走了呢。没有，我以为自己看错时间，所以又到对面去看了一下。对不起啊，我今天家里
我阿爸他。哎呀，没事儿，我们赶快走吧，要不然你朋友会等急的。哦，对了，吃的用的我都准备好了。我来拿吧。他们怎么还不来呀？再等会儿吧。啊。杨波。哎，说曹操，曹操到。杨波，我来了，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大同贸易商行的少东家，罗家龙，也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这位是米莉小姐，她就是我的女朋友苏雨桐。苏小姐长得真漂亮啊，杨波，怪不得你要金屋藏娇呢。我倒是想藏娇啊，可惜没有金屋。哦，瞎说什么呀？你好。你好。早就听杨波说起过你，走，我们去那边玩，别听他们瞎说。哎，他们去那边玩，那谁来准备中午饭？哎，自己做啊。走了，去那边。嘉龙啊。啊。看来你跟米莉进展得不错嘛，啊，一般一般，还可以吧。想不到啊，这恋爱中的人竟然也懂得谦虚，真不容易。哎，杨波，我跟你说啊，自从阿爸跟劳伦斯合影之后，再加上游乐场可以抽奖，现在生意啊好得不得了。我真是佩服你啊，能想出这样的高招。这算什么高招啊？我呢是让你逼急了，才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我也只不过是想试一试，没想到。既然成功了，说实话，做生意啊，应该稳健厚道，这一点我就比你差远了。算了。刚才我听杨波给我讲了你的故事，觉得很凄美。以前我一直都以为，像这样忠贞的爱情，只会发生在小说里，或者是童话故事里。没有想到，它居然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所以啊，刚才我就一直在想，这个米莉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想了好多种样子，但是没想到，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美丽，更加可爱，也更加娇弱。你就不要再恭维我了，我哪有那么好？也许是。我跟韩磊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特别幸福，不过我觉得只要你真心爱一个人的话，也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是不是？我不知道，也许当爱情消失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它的宝贵吧。也许是吧。不过，杨波对你挺好的，为了你的生日还专门安排了野餐。感情嘛，就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对呀，今天呀，我真的很高兴能够认识像你这样一位朋友。我也是啊，感觉跟你一见如故，好像好久的老朋友一样。哎，不如我们来个约定吧。什么约定啊？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最要好、最要好的好朋友，最好、最好的好姐妹，好不好？好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姑娘们，在聊什么悄悄话呢？啊，能不能让我也听听啊？我们在猜啊，你准备什么生日礼物给我们雨桐呢？早就准备好喽。怎么了？我今天早上换了件衣服，所以我忘了带出来了。我买的呢，就是你最喜欢的那块玉佩。真的？啊，就是那块上面有血庆的。嗯，太好了。下一次我一定给你带。谢谢。哎，快过来呀！别扔下我一个人呀！走吧，吃东西了。过来，过来，来了，来了，来了。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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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酒杯，快点，快点，快点！好，为了身体健康，干杯！来吃东西，吃东西。还是蛮累的啊！哎，要不晚上去城里我请吃饭，这个主意好。哎，还是去我们家吧，我阿母给我们准备了吃的东西。真的？哎，好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就现在吧。哎，怎么样？啊？哎，走走走走走。少爷，少爷，你叫我嘉龙行了。就是阿母，在家里就随便一点。嘉龙啊，啊，喜欢吃哪个菜就多吃一点啊。嘉龙啊，这都是我们穷人家的饭菜，有这么香吗？哎，这味道就是好。嗯，你看你的吃相，不是二人还以为你刚从难民营出来。哎，苏姨啊，我以后能经常到这儿吃你做的东西吗？当然可以了。哎呀，您呀、啊。我请都请不到，欢迎还来不及呢。真的？哎，杨波，你说可以吗？干嘛要我同意啊？哎，这是你女朋友家，我来当然得你同意了。那好吧，只要米莉小姐陪你来呢，你就用不着征求我的同意了。好了好了，我们啊该吃蛋糕了。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我们真的要去游乐场？那当然了，要玩就玩得痛快一点吧。哎呀，今天这顿饭可真不错，这么好吃的东西啊，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呢。哎，我说杨波，嗯，我可真羡慕你啊，有这么一位女朋友，你顺带着连口福都修喽。什么话呀？哦，我爱雨桐就是为了口福啊。就是嘛，难道我的魅力就仅仅表现在我们家有好吃的饭菜吗？你呀、啊，是自己嘴馋，还以为天下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嗯，就是啊。还是大少爷呢，哎，他平时吃的山珍海味啊，是我们的多少倍啊？结果呢，一样的嘴馋。好了好了，我猜他呀是平时山珍海味吃的太多了，又是第一次吃我阿母做的菜，再加上今天又消耗了那么多的体力，所以才会吃的这么香的。什么叫吃的香啊？他就是在狼吞虎咽。哎，杨波啊，我说你跟雨桐还没结婚呢，你怎么那么精打细算？你瞧瞧，就吃了他一顿饭，我怎么瞧把他心疼的？哎，米莉，我们先走了。什么叫心疼啊？那是我愿意。我追吧。阿朱啊，看来少爷是不会回来吃饭了，叫老爷下来，我们先吃吧。
是太太。妈妈，我去叫吧。阿朱，你盛饭吧。怎么，你和你阿母还没有吃饭啊？我们在等哥哥啊，可是阿母说可能他不回来了。这个嘉龙越来越不像话，一天到晚也不知道他忙些什么，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我自己来，那不回家吃饭也不说一声。那咱们吃饭去吧。不行，阿爸一会儿要有个应酬啊。应酬？哎呀，听话，快去吃饭，去去去啊。这些年我阿母老了好多，她宁愿自己多辛苦一点，也不愿意让我出去工作。她总是认为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工作容易受坏人的欺负。雨桐啊，这么说起来你阿母太不容易了。要不这样子，我阿爸大同贸易行下头有很多商铺需要人手，需不需要我把你阿母介绍到其中的一家？好啊，这个主意好，这样一来啊，我们一定好好的谢谢嘉龙。不行，我阿母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她不会平白无故接受别人帮助的。哎呀，雨桐，你看我们都成为朋友了，还说什么平白无故啊？不行，我阿母绝对不会同意的。好了，雨桐，我们不争了。这样，等嘉龙有了合适的机会呢，我们直接去问一下苏姨，这不就行了？哎，你这个主意好，我们一言为定了。好，老爷，车备好了，时间也到了，咱们这就走吗？晚一点没关系，这批货我们不收购，也没有谁能够全部吃下来。好，你到楼下去等我，我去餐厅跟太太打个招呼。是，老爷。哎，阿爸，你爸出去吗？是啊。子期啊，听佳宁说你要出去应酬，所以我们先吃了。我是要出去应酬。你们先吃吧，啊！时间已经很晚了，要不先喝碗汤垫垫筋。我给你盛。好，我就喝一碗。哎，好。知不知道嘉龙去哪儿了？不知道。他一大早就出去了，风风火火的。你看这孩子也不小了，玩性怎么这么大呀？一点都不好好做事情，那他总不见得玩一辈子吧？都是我从小把他惯坏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们得慢慢培养他做事的能力，急是急不得的。佳宁，你笑什么呀？你们都不知道阿哥去哪儿了，但我知道。那你说他去哪儿了？他呀，谈恋爱了，不知道跟哪个女孩子卿卿我我的去了。是吗？千万别都是我说的。好好好，不说了，不说。玩得开心吗？当然了。今天玩了一整天，我从小到大还没有这么玩过呢。生日快乐。谢谢你今天能够答应来。其实我应该感谢你，让我认识了像雨桐那么好的朋友。停车停车，老爷，前面那个是少爷，他跟杨波在一块儿，还有两个女孩子呢。
你怎么了？爸爸，起来！怎么了？伯父，别动，不能吧？你现在把会危险的，那要怎么办？快，我需要跟我一起去。用我的，慢点。快送医院，快！来来，抬起来，慢点，慢点，慢点。伯父。你别太激动了，幸好不是重症要害的人，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了。千万挺住啊，爸爸，千万挺住啊，爸。嘉龙，莫先生，你来了。你阿爸情况怎么样？阿福，他来了。罗先生情况怎么样？医生进去半天，到现在没出来，看来情况不是太好。嘉龙，嘉龙，阿福，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阿爸他怎么样了？阿哥阿爸怎么样？你快说呀！阿伯，太太太太，你先坐下。来，罗先生现在正在里面进行抢救，医生还没有出来，我想他不会有太大的危险的。是啊，太太，你不要着急，罗先生不会有事的。这还说不准呢。嘉龙，你爸爸晚上出来。怎么会有人要害他呢？阿母，我也不清楚。我想，那个人他肯定是个疯子。阿哥，你不是学医的吗？你怎么会不知道阿爸有没有危险呢？佳姐，你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罗小姐，请你相信我，你阿爸是吉人自有天相，他肯定会的，转危为安的。谢谢。家属都在吗？家属都在。医生，怎么样，医生？我阿爸脱离危险了吗？病人是不是有危险？现在还很难说。由于失血太多，需要输血，所以我请你们来商量一下。要输血，那就我来吧。不，还是我来吧。是我的吧？哦，我们检查过了，病人的血型是 B 型。你们家属同意输血，这很好。不过我们医院有一批专门为病人输血的人，你们只要出钱也是可以。我就是 B 型血，还是我来吧。不行，阿母，你年纪那么大了，怎么能输血呢？还是我。您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哎。是 A 型血。我们还是听医生的话啊，用钱买，用钱买。是我的吧，医生？医生，你还是用我的吧，我可是 O 型血。太太，您就让我为罗先生做点事情吧。你，医生，为了保险起见，请您为我做次检查，然后直接给罗先生输血，好吗？哦，这当然我没意见。啊，那我们走吧。
这千回藏在身边。